子们平安，我叫杨丰恩，丰富的恩典的丰恩。神真是这一生给我很大的、很丰富的恩典，包括给我一个很好的太太，我们的名字加起来就是丰满恩惠。所以呢，感谢神，我们总是可以一起配搭了。所以基本上这些年，我们只要出门忽视就是两个人，因为缺了他就减少70%的效果，因为他不只是相成的，他弹琴我讲到带诗歌，那效果就很不一样啊。所以感谢神，这真的是神很大的恩典。所以这也是我这一次来主要的服事，就是带领六堂的敬拜赞美，就是唱诗歌的时间，还有加上四堂的敬拜方面的这个专题。那这四堂的专题，我就谈到进到至圣所，谈到神所要的敬拜，谈到善用音乐，谈到神乐意把圣灵赐给我们。这四方面呢，就是让渴望能够像我们这样的学习敬拜，以及能够成为真正带领教会敬拜，把人带到至圣所的侍奉的这样的很重要的圣经真理的基础啊。有许多的人强调敬拜，比较强调的是外面音乐的表现跟或者是彼此之间的默契配合，但是事实上，我们这么做都是有圣经根据的，圣经的原则是永不变的，所以我们无论到哪里这么做，我们自己蒙福，也能够带愿意一起来这样子敬拜的人蒙福。所以有人问我，我的意向是什么？我说我的意向就是活在神的同在里，然后把人带进神的同在里，包括在带领敬拜的时间，都是如此，所以就加上这四堂的专题，主要的原因也是3年前，张志刚牧师邀请我来应城的教会分享，然后我们来了以后，他就觉得哇太好了，所以他就决定2022的刚好是应城教会主办这一次的聚会，所以他就决定敬拜这一次块呢，就请我们夫妻一起来。其实代价很大，因为我们两个人要从泰国坐飞机坐到西岸，还要再坐到东岸，看起来可能也是神有恩典了。所以我们六堂的敬拜加上四堂的专题，到目前看来圣灵都有奇妙的工作。那我相信真的来到宝座前的敬拜，使得人与神连结，让天上的泉源永留在我们当中。所以我相信这一次借着这样的服事，那也看到弟兄姊妹对敬拜的敞开以及带领敬拜的时间，每一次都感觉到弟兄姊妹然后一起向着神的这样的状况，我相信会把天门打开。特别这个聚会停了2年今年重新开始，其实是真的是刚强壮胆，蛮勇敢的去面对，而且还有这么多的人来其实是非常不容易。那我个人觉得神的灵真的在我们当中圣愿中西部的教会，就像张志刚牧师提到的，这一次的主要带领聚会的有两个群体，一个就是在洛杉矶的福联这个群体还有华牧这些一些理事们。虽然在美国看来都不算是什么赫赫有名或者什么大教会的牧师，可是很明显的神把这两群人加在一起
其实好几股水流流在一起，常常是大于一两个这个大牌讲员的效果，我这个人觉得是如此。所以感谢神让张志刚牧师他们在筹备这个特会有这样的领受。那我相信这一次的这个突破呢应该会给中西部众教会，他们说有40个教会的连结，所以我们也是一起在祷告，求神让中西部的教会能够兴起。因为我们多年来一直祷告，就是华人的教会在世界上遍布各个地方，但是许多的时候都只顾到华人的需要，或者说宣教就是到第三世界的国家。但是美国其实很需要，加拿大其实很需要，欧洲其实很需要，甚愿北美的华人教会欧洲的华人教会能够兴起，跨越这个种族的优越的这个隔离障碍，能够让圣灵的全源这个如同江河能够翻过这些围墙，能够祝福这些所谓先进国家的这些的教会能够成为他们祝福。这也是我们多年在祷告，所以我们也求神施恩，让中西部的教会能够兴起，甚至能影响到整个，想到神可以透过我们祝福当地的这些甚至白人的教会、黑人教会，或者是其他种族的这些族群的教会。所以圣愿这一次中西部教会，我相信神已经工作，求神继续施恩，让他们向着神的敞开更大，让圣灵可以更大的工作。这两年你问我疫情后，我个人觉得说我们很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在曼谷的教会感觉没有受到疫情好像什么样的影响啊，因为我们实体的聚会一直都是继续的。我们当然也顾到国家的法令的要求，有时候人数的这个限制，但是我们就是照着那个要求我们就是每一个房间他要求5个人就5个人，10个人就10个人，20个人就20个人，但是每一个房间加起来就很多人。我们不只是实体聚会，我们连吃饭都没有停礼拜六礼拜天的吃饭都没有停甚至呢一年3次的退休会，4天3夜退休也没有停，都照常的举办。那为什么？因为神都为我们开路，而从来没有人在，甚至在奥密克戎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感染，更不用说聚会没有感染。神就是这么恩待，所以我们就觉得就正常。那每一个企业呢虽然一开始的时候有冲击，但是后来都就是每一个企业都赚钱了也没有一个企业关掉，也没有一个弟兄被 lay off 的，都没有。所以呢教会就正常其实。所以你问我疫情后的展望，我个人觉得，我想起香港华牧在香港最后一次特会，金峰牧师来讲到，他就讲照常。照常这个词就这几年在我心里面，就是因为他们在大陆面对再来的越来越大的逼迫，他就说照常。好，那我觉得疫情后的教会如果能够恢复到照常就是得胜。那我觉得不只是疫情了，将来更大的灾难如果我们都能够照常，照着没有疫情，照着没有灾难，照着没有逼迫，我们都能够在神面前照常，神要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我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我觉得这就是得胜这是需要圣灵很大的工作。今天很多教会就照不了常了对不对不敢去本来聚会很多的顾虑当然有一些人是需要顾虑那实体的聚会不能恢复对不对，有很多的考虑。但是不管是怎么考虑，应该是说我们心里面神让我能够照常我该在你面前怎么样就怎么样，教会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我相信不管是疫情将来我们不管面对什么事，求神帮助我们，
因为能够照常就是得胜，哈，所以我感谢主，就是这两年我们真的是照常，哈，在疫情刚开始爆发的时候，我们已经决定要去加拿大一趟，很多人很紧张，因为1月23号武汉封城嘛，那我们的机票2月12号，然后2月28号回台湾，3月1号在台湾讲道，然后再回泰国，感谢主了，真的就照常，所以都顺利啊，哈，那所以求神施恩，让至少让疫情后教会都能够恢复到正常，恢复到照常，然后借着这一次的这个考验，啊，神建造我们，让我们将来不管怎么样，我就是照常在神面前这样活。那我相信这是我觉得一个美好的一个光景了，啊，那我们也真的是照常了，一直到现在，所以没有感觉到疫情对我们有什么威胁，反倒我们在这当中甚至侍奉，尤其是在不止在教会啊，尤其是对外的，有让我们接触到一块就是泰国坚律福音的侍奉啊，这一块我们反而没有停，一直往前，一直往前啊，所以求神祝福，让众教会都能够得胜，都能够啊不断的啊突破啊，以至于能够发展，不管是疫情或者将来有什么样的患难逼迫，都是一样。